你知不知道他为什么给你打电话？他一定是在车上遇到了什么困难，什么他解决不了的困难，他害怕了。可是你没有接，你本来可以救他，你本来可以救你自己的女儿。 以后，我们就在瞒着我。以后，我们去嘉陵吧。好，我现在就去收拾东西。